杨丹客为首，交代我来找找一本手机，不知是否关系重大。在，不能。原来洛阳丹客出身是天雕手，伊同样关系重大，这件秘密如果熟悉，那洛阳丹客绝对不能死，伊是乌本真相的见证者。阿兰达，我回来了。君夫人呢？君夫人不在。莫的啊，伊想讲物件唔一样啊，对当改变事实性。你叫伊把我款款的，好对人走哦。莫买一把空背枪啊，悄悄准备用来伊身躯用了后，就将伊灭到上岸后做技术指导。真计是你讲什么？王夫人你在哪？就黏在君夫人的身边啊，消息这么灵通啊！你敢知影君夫人甲莫买打斗？这件事我知，那你敢知因躲什么？安怎躲？我一枪即错。你想你说啊，真好。所以讲，军方人啊，把面输输透透，输到痛苦。哼，你是讲苏恨进已经承认输不计其人了？但就是还没发生啊，不过马上就会发生了。苏恨进向不计其人认输。用一些背叛杜牛，一些你眼睛的狼，为什么你们可以真心为杜牛本事？我没怪你没信用啊，你说先怪我没告状，共同人工的电话结果呢公开啊，炮小埋人将我这个主人坑你都一样，我这个烈性的脸就展现啊，说环境对共同人哪有信心吗？共同人啊共同人将这个恶本的真心命断，我说环境啊，但不知到时阵提出来命断是真是假，伊只要摕着计命单，不如承认败在伊先的手下，面子嘛免失去。那你要君夫人怎样做？承认啊，承认表现出来啦。爱怎样表现？怎样表现啊？这段伊自己来表现，伊若真正有承认，自然知影安怎做啊。伊若是一出来承认拢无啊，纯粹是想到无半想听。就自己承认失败，免替别人做理由啊！怕啥事哦？一讲伊，那是对同样的江山啊，一说拢不在意。那我闹你家也无意思，大家各分阵营，好凉水顺路路。今有此事，苏焕金真正的圣人败在不计其人的手中。苏焕金无功，是金吉神所功。金吉神功为金吉参判，不足为信。但是苏焕金的立场，有这种吉神，我能理解。请君夫人请示罪犯。好。为表示我的心意，我就先将我本之人真实身份的名单交给苏焕金。你说得对吗？万一苏焕金是真心投奔大夫，名单不更，损失太大了。放心吧，大夫最少不是几次单身，真正的秘密地位就我知影。而且这份乌本名单，透露阮知晓之后，因的十分的条件，自乱阴阳，造成混乱人心的目的。哈哈哈！因爱乌本，我就还乌本，这也是地位一部分。是。将这份名单交给苏焕金。嗨，苏孙，这是前往万岛的路上，
你要找我，附近是已经知晓云夫人的大哥无败的刀刀路，无错。嗯，既然你想要去找我，咱就坦白讲吧。说出你想讲什么？你对这场刀刀有什么看法？说出你有你的看法，为什么不讲出来？好吧。我今日到底摆在苏尊的手中，并不是真正想的代志，但是相反，如果你爱我认输，那我一定还给高地，因为苏府把伊土地这个民族我输不起。如果是为国家大义，你也不愿意消失民族吗？免提高地，如果你输我，我出人成为大哥的奴婢。我必爱听主人言，到时阵你还要我本，叫上你高手，你想看卖，这是不是一招两用呢？似乎你的看法是如此，但是我要等一项消息，等消息传来，我才能做出判断。什么消息呢？苏焕军，这是官府军的枪。全力修好，这是什么？你看清楚，希望你接受官府军的命令，做出明智的决定。行。朋友，真抱歉，我不能依照师尊你的讲法，看来今天师徒要分出关界了。好吧，苏焕金，你要有心理的准备。为何是你用情？你是中国是满，请你出题吧。咱点到为止，以便上了夫妻，就比三行定输赢。哪三行？一文一武一地，三千两胜。不错，你场比赛看谁。顶一波顶天啊！苏焕金，你不计其人，速度高峰，随行随奔，你困在敌山之海两路，如何走出绝境？莫非在咱不熟？你该如何步行？如何护盘？如何保持一相干？莫说风雨之星如来如吉日，永远东印，稳妥不略，变数必出。欲知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《半戏霹雳风波》第三十四集。红顶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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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